你别笑。儿子，啊，给你100块钱去买包盐，剩下的钱全给你了。哇，好嘞！爸爸给5块钱去买包盐，剩下的钱全给你了。好嘞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人。爸爸。啊？有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？哎呦我的妈！谁扔的小车呀？赶紧拿回家给儿子去。还有我呢，小布还拿着呢。哼，你老用拿着都不要了吧？我只能学娃娃。打他！打他！哼！啊！拿来吧你。爸爸，哼，老头，儿子都不要了吗？不服我抱你啦！好啊。你别笑。叔叔，爸爸。拜拜。我吃完了，你看你俩谁刷碗？啊？谁眼里想谁刷？又想让我刷？就试着说谁刷。牛。这样吧，我出100块钱，看你俩谁刷。我刷。看我怎么整整你。那每一个五十，我替你刷吧。啊？20。嘿嘿，上套了。我出10块。5块。我出2块。1块。你帅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！来，刷去吧。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。我不是你明天关电视啊。我还不信治不住你了。赶紧关上睡觉去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人给你加块肉。啊，我才不吃呢。哼，
给我吃了。哼，天天就你事儿多，又乱脱鞋，看我不给你扔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忘了，自己找去吧。我鞋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是谁给我扔的呀？哎，小朋友，那钱是我放在那里拍视频用的，小朋友，是我的钱。有、哦。哎呦我的妈！哦。阿萨阿萨，有，不用，就啊就啊，一大七妹，路内达，不用喊江上的。晚上十点半了，又想溜出去，这是让我小点声啊，怕儿子听到不让他出去，办不到，绝对办不到，我得通知一下你亲爱的儿子。儿子，你睡了吗？你爸爸要出去一会儿。